想制作 RW 网页，却担心设计能力不够吗？或者不想用文字编辑器费力手动刻版型呢？这门与沃克360独家合作的课程，精选三大业界实用软体，帮助你轻松打造专业 RW 网页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干章老师。从平面设计到网页设计都有涉略，更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。网络时代大势所趋，无论你是数位行销企划、平面设计师，只要你对前端网页设计感兴趣，这门课程都很适合你。课堂上以易用、直觉与专业为主要诉求，介绍 Mobilize、Pinegrow 与 Atom 的基础功能与整合应用。首先，运用免费软体 Mobilize。快速建构 RW 网页，先以内建的模板为基底，再利用拖拉与调整元件来编辑出想要的网页样式，立刻产生成就感，也奠定网页版型设计的基础。接着，我会教你使用进阶的设计工具编辑，用 Pinegrow 的 Bootstrap 套件建立网页框架。以及结合 Atom 升级网页 Code 编辑能力，逐步踏入前端网页设计领域。没写过程式也别担心，课程中程式部分都会从零开始教学，上完课你就能实作出精美的网页，更培养你的前端设计力。加入课程，学会网页设计，一起斜杠人生。